大家好，我是可佳妈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，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。年纪越来越大，到了老年之后，我们的皮肤表面就会出现很多的斑点，那这种斑点就是老年斑啦，它非常容易出现在皮肤的每一个部位，特别是暴露比较多的地方，这种老年斑都让老年人非常的困扰。那么老年斑是怎么形成的呢？现在还找不到具体的原因，但可以明确的就是，可能是日常中我们晒太阳比较多，但在年轻的时候是没有体现的，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慢慢就体现出来了。虽然老年斑我们没有办法控制，但是在饮食方面我们是可以预防的。我们一般40岁以后多喝这款茶，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斑的形成，经常把它代茶饮，老了形成老年斑的情况就会减少很多，能够有效的美白我们的肌肤，使我们的肌肤延缓衰老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我们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。首先我们准备5片的这种黄芪片，大家都知道吃黄芪好处很多，医生也表示黄芪是个好东西，黄芪泡水能够消肿和利尿，适当的喝黄芪水还能够帮助滋养补肾脏，如果肾脏功能有损坏的话，尿液无法及时排出，会造成体内水肿，喝一些黄芪水能够代谢，还能增强免疫力，对于气虚的人不妨适量的喝一些黄芪水，能够改善体质，调节气虚，远离气虚多汗等困扰，还可以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，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补气和滋润我们的皮肤，这个说法在不少医书上都有记载，如果每天适量的喝一杯黄芪水，坚持喝的话，身体的皮肤会得到滋润，各种斑点皱纹都会淡化掉，皮肤也变得白皙细嫩，非常的有弹性和光泽，对于中年时期经常出现的皮肤干燥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。所以建议女性朋友们可以经常用黄芪来泡一杯水喝，对于我们的皮肤能起到很好的保养作用。但是要提醒大家，黄芪容易上火，不要大量去喝，每次4-5片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准备15克左右的薏米。薏米大家都知道它的祛湿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很多人都把它当作粗粮来吃，煲汤或煮粥都喜欢放上一小把。薏米是属于凉性食物，对人体有很大的好处，薏米非常适合在南方的人去食用，尤其是夏季祛湿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天气燥热胸闷不适时，煮一些薏米水或薏米粥来喝，能够有效的清热和降火，消除体内的肿胀感。薏米有非常好的美容养颜效果，薏米中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， 其中 B 族维生素具有保湿锁水的作用，能改善肌肤干燥缺水等问题，而维生素 E 可以淡化黑色素，清除体内自由基，使肌肤变得更加的光滑细嫩，延缓肌肤的衰老，还能够保护头发。薏仁米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，这对于头发保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，可以减少脱发量，并起到柔顺头发的作用。接下来加入5克的玫瑰花。玫瑰花真是个好东西，不仅能够赏心悦目，还能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泡水喝有超多的好处。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美容养颜效果非常好，玫瑰花里面含有维生素和活血通络的作用，能够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，给肌肤带去满满的养分和氧气，长期喝肤色都红润了，肌肤也变得更加的润泽，而且斑点细纹都慢慢的消失了。玫瑰花水里还有玫瑰精油和其他很好的成分，
能够激活干燥的皮肤，增强保湿，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，真的是喝出了青春和光彩。另外，玫瑰花还能够调节情绪，有时候心情低落，喝一杯玫瑰花茶，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。因为玫瑰花里的香茅醇、橙花醇这些成分能作用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上，缓和情绪，消除疲劳。工作累了，来上一杯，仿佛置身于花海中，烦恼都烟消云散。但不要过量的去饮用玫瑰花茶，过量饮用有可能会导致上火，打破体内的阴阳平衡，会引起长痘、口臭等不良的症状。每次大约5-6朵就可以了，既能享受花香的效果，又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。接着再准备5颗的茯苓，茯苓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。茯苓常见的吃法就是可以用来煲汤、煮水喝。茯苓煮水能够消除身体的水肿，茯苓有很好的利湿消肿的作用，长期喝能够帮助女性改善身体水肿情况，还能够调理脾胃。茯苓具有很好的健脾和胃的作用，经常喝一些茯苓水能够改善女性的消化功能，缓解胃痛、腹胀等症状。茯苓水还可以美容养颜，具有很好的抗氧化、抗炎等作用，经常喝能够改善皮肤质量，使皮肤更加的光滑、细腻又水润，还可以调节女性的内分泌。茯苓具有很好的调节内分泌的作用，长期喝能够改善女性的月经不调、痛经等症状。接下来用清水把这4种食材简单的淘洗一下表面的灰尘，然后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，直接倒入养生壶中，加入大约500毫升的清水，煮20分钟左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动动您发财的手，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到后倒入杯子里，晾至50度左右的时候，加入1小勺的蜂蜜。蜂蜜对于我们的皮肤也是有一定的滋润效果的，能够润肠通便，能够淡化色斑，补充水分，搅拌融化就可以喝啦。这杯水我们可以经常煮来喝，尤其是女性，经常喝的话，斑点、皱纹都会慢慢的淡化，而且还能够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，让你的肌肤延缓衰老，越喝越年轻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